不要被你的自己的队友挡到哦。好，那如果被挡到的话，你自己找一下哦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情况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欢乐的时刻，我们要先来找到那个啊姜慧君哦。夺到元年的冠军啊，然后希望南投鹰一直延续这样的气势下去啊，然后第二年的时候也可以再度连霸冠军，南投鹰加油！